认最难唱的八首歌曲，究竟有多难唱？能翻唱的估计都是大神了吧？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歌曲吧。第一首《星星》，这首歌是张杰翻唱自海豚音大神维塔斯的同名歌曲。相比于原唱，张杰的现场爆发力更强，尤其是高音一出，真的太震撼了。第二首《大鱼》，什么叫被天使吻过的嗓子？听了周深演唱的《大鱼》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天籁之音，真的是无法被超越啊。第三首《左手指月》，超三个八度的高音，估计除了原唱萨顶顶以外，能翻唱的也寥寥无几了吧。左手捻着花，右手捂着剑，眉间落下了一万年的雪。首 Victory， 仅凭一个阿字就震撼全场，这首歌堪称是最燃的史诗级神曲，没有之一。浮夸，一首震撼韩国 idol 的粤语神曲，陈奕迅的这个现场该是多少偶像歌手无法企及的高度啊。第六首《数字人生》，林子祥的歌曲究竟有多难唱？就算强如李克勤也会唱到断气，乐坛铁肺真的不是浪得虚名啊。七首歌剧二，这首歌是俄罗斯海豚音王子维塔斯的代表作之一，别人唱高音都是唱得面红耳赤，只有他的现场能够如此轻松驾驭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八首《难念的经》，据说这首歌连周华健本人都无法在现场演唱原素版，果然降龙十八掌都没有这首歌难学啊。登峰吻雨壮默日未曾彷徨，欺山赶海千雪。